大家国庆节快乐，欢迎大家来到993，看舞蹈就来993，全网最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。我是本档的接档主播五喵。然后十月份咱们有一个舞蹈比赛，没有给我发口播，但是我大概记得啊。然后有第一届的这个武林大赛，好像是吧，武林争霸赛。然后大家要是多点点关注，然后多来993，多关注几个主播，因为在十月末的时候会有一个大众点评，然后会挑选20名游客和咱们 YY 上顶级的一些这个大咖主播，然后一起做大众评委，来评比这个所有参赛的舞蹈主播，我也是其中一个。让大家喜欢我的话，可以点一下我的关注，手机用户点一下视频左上方黄色关注，电脑用户点一下视频右下方直播时通知我，然后大家有心的可以帮我点一下心。虽然说我跳古典，大家稍微支持一下，然后祝大家国庆快乐。江南烟。
谢谢大家扣的六六 ，Thank you， 感谢大家兄弟。哎，我苏源哥呢？然后场控哥哥们辛苦啦，然后也祝阳光哥、青瓷哥、大飞哥国庆快乐。然后大家喜欢一号麦、二号麦的主播都可以点一下关注。Hello， 林夕。然后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预约一下五星五秀嗨翻天的预约，然后有新的小哥咱们把心点一下。哎呦，我也有两个麦序，下一个麦序也可以跳热舞好不好？咱们喜欢古典舞的小哥哥把心点一下，才100颗心，有点少。感谢明明梅哥哥 Thank you， 谢谢梅哥。还有没有星星了？然后咱们把这个直播室通知勾一勾，再来一个，谢谢 Thank you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三颗三颗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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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被封啊啊啊！来，注意这个速度，这个筒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这个953所有的主播，然后还有，多多来953看看舞蹈，然后真的有可能你会将成为那20位幸运儿的其中一个。感谢感谢大兄执照。那接下来再给大家跳第二支舞了，好吧？这根头发不知道怎么了，一直在那立着，摁半天摁不下去，它是要飘啊！你看，就是下不去，哪边的啥也不是，哪儿的也不是。我感觉我今天好感冒好多了哈。试起来也没有活动，直接就来跳了。好久不跳苏幕哲，咱们来一个心疼啊，好假呀。
Thank you， 谢谢大家。啊，点心的好少呀，是因为人少吗？嗯，欢迎大家来到九三看舞蹈，就来九三，全网最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。我是本档接档主播五秒，然后大家喜欢的话点一下我的关注，手机用户点一下视频左上方黄色关注，电脑用户点一下视频右下方直播室通知我。感谢无聊哥，谢谢，感谢大胸之照哥，感谢无聊哥，谢谢，谢谢点心 ，thank you， 就这两三个哥哥点心。真的，思源哥，好少好少好少，我第一次在九三发现这么少。我眼睛都没睡醒，谢一下，给大家把心点一下。哎呦，还有这么20个人点关注 ，Thank you！ 真的，每次我一来跳古典舞，我就紧张，为什么呢？点心的少，点关注的少，到底是人少呢，还是这根头发好讨厌。人少，嗯，你也发现了，手机咋点？手机在那个视频左上方有一个黄色的，就在这儿，这个地方大概一个黄色的驼色的一个加，你点一下就关注了。哇，感谢龙啸天哥哥，谢谢神剑哥，看还是有人点心的嘛，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， 点一点，我跟你们讲，点心不能怎么样，真的。就是感觉会有人看你，你跳的也就会比较愉悦一点。还有一分多的时间，我再跳一支舞，跳个玉生烟，七朵组合的，粉丝儿。哎，我刚才看见索玉哥了，没来着吗？啊，看见了。点心，感谢，你们要点到1000算你们厉害，没有关注的再点一下关注。愿是余生。